今年度环保署办理的全国空气品质净化区认养单位甄选活动中，屏东县林边乡仁和社区获得特优奖肯定，展现其对认养区的维护及用心。从火车站一直到苦不了，透过植栽修剪、施肥、周边除草、草皮补植、设施维护、环境清洁等，打造成优质的休憩场所及绿美化基地，是获奖的最大因素。有县政府帮我们提报那个全国空污认养单位，那我们很荣幸的得到特优。那啊，因为我是刚刚我会得特优的是，我碰是我的达刚弄来整理我的环境，因为我们认养的地方就是从林边火车站，然后到台十七线，哈、哦，全部，所以毕竟我那边乡的一挂迄落，只要是空旷的地方，也是迄但无咧使用的空地，哈、哦，啊拢我拢会家利用起来。我的村长带头，大家拢做介好啊！啊，无论啥物时阵哦，若小可阿早啊，阮就唔免讲，阮就自动来扫啦。啊，村长讲一摆，大家就知影啦。啊，每礼拜哦，下拜一、下拜二拢来捡这回收啦。啊，了等下，阮会把这个场所哦，家扫扫用好好啦。许多环保志工强调，荣耀获奖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而且更有向心力。除了希望能维护周边环境，让社区能成为观光游憩和收载，做环保贩售的钱还能用于社区或是弱势补助，回收废弃物更能拿来作为环保打击月及公园装饰运用，一举多赢。迄个伊个空心砖啊，阮都一挂空心砖，就是为迄个人个学校无爱废厝个，啊，阮家。迄落摕倒来，阮的苦夫了应用，啊，佮包括安尼鱼仔的饲料，无爱塑胶袋啊，啊，阮即伊即迄落县政府嘛推广一个迄落资源回收，就是伫阮的苦夫了设一个点，就是一挂无爱的物件吼，啊，拢会来一挂村民拢会起来伫阮的苦夫了，啊，阮拢伫遐家过整理，啊，会当卖，阮就是家起卖。村长强调，未来期盼能让空间做更多元的运用，不仅要顾空品、顾环保，也能让大众爱上这个绿美化社区，走进林边来，一同见证仁和的美好。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。